Yo， 我是 YT， 今集同大家开箱嘅就系、是，喂，一翻上 Command Leader O 乘 W 呢一个嘅 crossover 嘅一翻系列啊，咁今次嘅呢一个嘅系列就系开呢个 B 上 Command Leader W， 咁啊开呢一个嘅一翻上啦，咁啊上次咧就同大家开咗呢个 Command Leader O 嘅 last 奖，今次咧就到呢、這、一个一翻上系列。O 乘 W 十周年嘅呢一个 B 相啊 ，Command Leader W 嘅呢个 B 相 figure 咁啊，上次同大家睇咗 last 奖都见到佢嗰个做工非常之靓啦，背景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咁啊，今次 B 相咧又做成点样呢？咁啊，都系同一个系列嘅，咁啊都有呢个背景嘅台座喺度嘅，都有背景嘅特别嘅玩法喺里面咁啊，都可以讲话佢同呢个 last 奖咧都有得挥啊！好似今次 B 相咧嗰个做嘅颜色啊，背景都非常之靓嘅。咁啊，究竟开咗实物之后，究竟个 figure 又系点样咧？咁好，唔讲太多，事不宜迟，开盒。OK， 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已经咧开咗盒嘢啦，咁亦都俾咗大家睇睇啦，咁啊，都同上次一样，唔开个盒面住，咁诶，唔开嗰个塑胶嗰个胶套住啦，咁啊，暂时净系俾大家睇一睇成个配置先，咁啊，拉打本体啦 ，W 啦，咁然之后咧，咁啊，有一啲嘅透明台座，透明呢啲嘅条状嘅嘢啦，咁啊，其实都系支撑翻佢嗰个台架嘅。咁然之后个底啦，台座个一个台座啦，咁同埋啲背景嘅 effect 啦，咁啊，哇 ，W 个斗篷好型啊！咁啊，临尾咧先至再俾大家，即系临尾组装完先再俾大家望一望呢一个 figure 成个做工点样啦。咁啊，到时都唔多讲啲乜嘢，俾大家真系细心欣赏呢个 figure 嘅美感啊！好，我俾大家望一望今次咧呢一个说明书啊，咁啊呢一个嘅组立图啦。咁啊见到其实咧佢今次嘅组立图咧非常之简单，起码呢个我觉得佢简单过 W 先嘅，唔系系简单过 O 先。咁啊 ，O's 个 last 奖啦，咁啊讲做工嚟讲咧，一塊个大大塊嘅，然后咧再加四塊嘅 effect 组，咁啊砌落去，然之后咧再加翻台座啦，加翻个地台啦，然之后再组装埋 W 落去，咁啊还原翻呢个风刀嘅嗰个嘅背景嘅颜色啦，咁啊呢个 Kaya Memory 嘅呢啲嘅 effect 嘅版摆落去啦。咁啊，再加埋 W 本身嘅原色啊，咁啊，即系做得非常之靓啊！好，咁啊，摆近少少啊，望一望翻 W 先啦，个本体先。咁啊，嗱，见到上色方面系非常之靓嘅，咁啊，绿色、紫色嘅金属颜色咧都做到足足嘅。咁啊，尤其是绿色啊，一睇就知道金属感非常之强啊，唔系嗰啲死硬嘅啲嘅好绝嘅啲嘅透啲嘅绿色啦，好硬身嘅啲绿色啦，咁啊都有啲金属色上咗落去，因为尤其是绿色 cycle 方面嘅啲金色嘅位置啦，咁啊 joker 银色嘅啲边个位置咧都上落咗呢个金属油喺里面，咁啊所以咧令到呢一个嘅 W 啦，咁啊打嗰个阴影系大加重咗嘅。咁同埋咧，嗰個嘅顏色嘅對比咧係非常之鮮明啊！咁啊，然之後望一望翻隻眼啊，覆眼方面咧，喂，覆眼真係做得非常之靚。上次嘅O's 咧個覆眼咧都係綠色啦，咁啊半透明狀態，今次都係半透明嘅嗰隻膠質地啊。咁但係咧咁啊紅色眼咧，令到呢個半透明嘅顏色咧咪變得非常之靚喎。啊，今次做工咧，其實咧呢一個 figure 咧真係相當之唔錯。咁啊喺同一個系列嚟講咧，即係我會覺得W 嘅做工咧係。同呢一個 O 色，我會比較中意 W 多啲嘅，性價比嚟講亦都係，我覺得 W 係靚好多啊！咁啊，相比起嗱咁呢一個，即係作為一個2020年啊，舊年嘅一個 figure 嚟講咧，我會覺得做工係相當之正嘅，唔錯。咁當然啦，同一個嘅設計或者同一個系列嘅呢一類型 figure 咧，其實咧計呢一個 WO 乘 O 十周年呢一個 product 之外咧，咁當然啦，仲有呢個 Command Leader Saber 一翻相嘅第二彈嘅嗰個 A 相同 Last 相嘅 Saber 嘅 figure 都係用呢一種嘅 effect 去模型去砌嘅。咁啊，到時其實我想睇下有冇機會再。可能買到呢兩款嘅 figure 翻嚟，咁啊到時同大家做個對比啊，開俾大家望下嘅，嗰款嘅 figure 又幾靚咁樣嘅。我會覺得個人認為咧，一啲有event 背景嘅 figure 咧係真係幾靚嘅，咁啊起碼我會覺得睇完 W 同埋 O 呢兩款之後咧，係真係相當之吸引嘅，令到我可以即係繼續 keep 住去買一啲有 event 背景嘅 figure 啦。好，咁啊最尾啦，都俾大家望一望埋。
砌好咗嘅组成品之后嘅成个观感又点样噶啦？咁我都之后都唔多讲啲乜嘢啦，俾大家真系静静欣赏呢一个实物嘅成个本体啊，砌好之后成个嘅美观嘅感觉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同大家开呢一个嘅一番相嘅 figure B 相 Kamen Rider W 啦，去呢度先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专页出嚟啦，同埋啦记得 subscrib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揿翻隔篱嗰个long long 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嘅影片资讯。咁另外啦记得 follow 翻我嘅 IG Instagram 哦，大家记住咯噃，有好玩嘅嘢就会有我嘅 Player Studio。